顺顺利利啊，平平安安到达目的地啊！咁我就喺大阪嘅阳光大厦嚟到东京嘅阳光大厦，边度都见到阳光耶！ Yeah. 好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咧就喺呢个大阪嘅阳光大厦，为咗庆祝香港通关啊，1月8号，我哋就会由呢个大阪嘅阳光大厦咧，就会一路咧就会开车咧就去呢一个东京嘅阳光大厦。咁啊，而家就1:30啦嚇，1月8号，2023年。咁我哋开呢架车咧，就应该要7个几钟头嘅，慢慢揸。咁我哋咧就而家准备出发。咁啊，沿途希望直播俾大家睇下啲靓嘅风景，好唔好啊？咁我哋而家咧准备啦吓。今天去到第一站，由大阪去东京，咁啊见到有啲摩友，哇，系好劲喎，宝马嚟嘅呢架摩友啊，耶！喂，大家好啊！啊，大阪去东京，哎，好冻啊，2度啊！咁我哋今日睇下啲摩友先。こんにちは。跟住咧就有呢度有两架，1、2、3。好冻啊！得几度咋？而家嚟到呢个挂川市，唉，仲有成200公里先到东京，起码今晚11点先到东京。啊，今日咧就坐我呢架战车，好冷啊，好冷啊！好，我哋准备出发，耶、yeah! ！好冻啊，得2-3度，黑夜飞车，见到只劲嘢，兜过去望下先。今天在东京去大阪，看到这里有一架劲嘢喎，好，我们上路了。喂，大阪去东京，哇，现在已经是夜晚8、9点了，嚟到呢個清水，唉，好凍啊，凍到變雪條啊！漫漫長路，仲有200公里，繼續加油！去個廁所先 ，Let's go！ 唉，大家好啊，揸咗9个钟头電單車，今日1点钟鬆啲，揸架電單車由大阪陽光大廈。咁就揸到而家10点9个钟头，就去到呢个东京嘅阳光大厦。咁啊，边度都见到阳光啊吓！点解揸咁耐呢？就系、是、
因為是那麼久的揸電單車，我都吃了一餐飯都是停得很快的了，已經即是都不會說吃很久的，但是呢真的很凍，只有兩度，那我平均時速是100公里或者81公里咁上下啦，咁啊翻到嚟咧，哇，好温暖，同埋咧嗰隻手咧係戴咗手套都冇用嘅，戴咗手套咧嗰隻手咧啊都凍到僵曬，哇，真係啊好攰啊，腰酸背痛啊，哇！哇！好耐未揸过九个钟头电单车，500几公里，真系爽到爆！咁啊，佢呢个有个几好嘅，有个巡航嘅掣咧，唔使俾油，佢可以 keep 住嗰个时速嘅。咁啊，呢架车几好，性能唔错。咁啊，头先咧我就由大阪揸车嚟东京啊嘛，咁啊而家到达东京啦，咁啊听日咧就有。拍片俾大家睇，就拍呢個拜財神喎。咁拜咩財神呢？咁啊，聽日咧就係好似即係觀音借富咁啊。咁拍啲精華片段俾大家睇。好啦，啊，今日個腦放假，因為咧今日揸咗九個鐘頭電單車咧，個腦唔使諗嘢，淨係諗點樣揸電單車。所以我今日係放假嘅嚇，個腦放假。咁但係個人就 keep 住。注意 pay attention， 就小心驾驶，平平安安到达目的地。喂，顺顺利利平安到达目的地。哇，揸咗九个钟头电单车，哇！大阪嚟到東京，哇，好攰啊！哇，解除束縛先。喂，好舒服啊！好，我落晒，舒服晒啊！嚟到东京阳光大厦，大阪揸咗九个钟头电单车。大家好啊！今日咧就想俾个好消息大家，由即日开始咧，2023年一月份你订盘赛咧，我哋就会送网红冰室嘅炖蛋券咯。咁我哋咧就喺呢一個年30晚咧，1月21日咧，你前7日你就必須喺1月13日咧就訂購賀年嘅盤菜，咁你咧就可以喺年30晚嗰個食噶啦。而嗰個時間咧就係最遲就年初七，即係如果你年初七開年咧，你就要年30晚之前訂噶啦。順帶一提啦，我哋今年嘅賀年盤菜咧仲平過舊年一嚿水噶喎，因為我哋4人嘅包圓盤菜咧，舊年係賣988元嘅，今年係賣888元啫。咁我哋而家咧，你訂4人盤菜，我哋會送一張鄧奶券嘅。啊，呢個6至8人嘅盤菜咧就會送2張，咁啊10至12人嘅盤菜咧，我哋就會送3張嘅。咁記得啦，我哋嗰、那個賀年嘅盤菜咧，絕對是不能夠過夜的，全部都是新鮮炮製的，所以我們有兩個時間，中午和下午拿盤菜。記得如果在年30晚吃團年飯，你就要在1月13日之前就訂購了。為了方便大家落 order， 我們就會在這個恒生銀行那裡就有個入數戶口，就方便大家入數的。你可以入完數之後就 WhatsApp 張入數紙，然後寫訂購日期和取貨日期，跟住寫你嘅姓名同埋電話，咁啊方便我哋跟進，你就可以咧就即刻訂購到噶啦。多謝大家支持網紅冰室賀年盤菜，多謝曬。大家好啊，今日要為大家介紹呢個係 Grand Austin 一個5座中層 A 室嘅單位，實用面積874尺。行翻出露台啦，景觀開揚。而入去單位啦，客飯廳咧間隔方正。
我哋而家入去厨房睇下，厨房咧已经配置咗发展商交楼标准嘅电器，同埋仲有工作平台。我哋再入去房间睇下，呢个系三房两次加一个储物房嘅间隔。业主已经配备咗一啲家私，例如床、衣柜等等啦，咁方便买家咧买咗之后可以即刻搬入去住，甚至出租。Grand Austin 的发展商是汇德丰和新世界，在2015年入伙。屋苑共有8座，提供691个单位。屋苑亦都设有一个柯士甸站的出入口，交通方便，四通八达。楼盘邻近九龙站 ICC 和尖沙咀商业区，而附近亦都有多条港铁线，如果去中环、金钟甚至去东九龙翻工都非常之方便。而且交吉可以睇楼的单位亦都非常之少，有兴趣可以约我哋睇楼噶。屋苑楼下是柯士甸站，亦都可以步行去佐敦站和九龙站，还有机场快线。楼盘旁边亦都是高铁站，最适合一些经常往返国内的朋友。附近亦都有多个大型商场和购物区。附近亦都有西九文化区。今日就为大家介绍到呢度，有兴趣的可以 WhatsApp 我哋带大家睇楼噶，再见。